然后你的龙虾味噌汤好了，肉质饱满 Q 弹的波士顿龙虾端上桌，配上日式味噌汤，搭上满满蟹膏的爱尔兰面包蟹，吃起来好爽口，吃到饱餐厅先占，祭出龙虾抢客。像味噌还蛮适合配海鲜的，那其实我很少喝到龙虾味噌汤，龙虾的鲜甜味跟味噌整个是很 match。除了海鲜，还有墨西哥蔬菜两种现烤披萨可以选择，搭上生鱼片，用料理来吸睛。八斗子小卷新鲜续蟹，搭上鲜嫩白虾。另一间饭店也推新鲜海鲜，配上木耳枸杞露，标榜新鲜在地食材，价格下杀只要700油找。吃到饱餐厅现在越来越竞争，现在又有一家新的吃到饱餐厅要进驻到信义区的百货里面。吃到饱餐厅集团推进化版餐厅，不只有全鸭现场切片，还有乐野牛排握寿司，坐落百货46楼，吃饭也要看美景。现切新鲜芒果，搭上糯米，还有浓浓的冰柠咖喱，另一道海鲜炒河粉、酸辣海鲜汤都飘泰式风味。另一间大饭店则主打泰式料理，各家饭店吃到饱价钱比一比，韩舍爱美走高档路线，则是1590加一成服务费，堪称享食天堂进化版的想想。晚餐跟假日午餐1190元加一成，芙蓉主打低价699加一成，君悦则是1500油找。吃到饱餐厅开战，要用不同料理抢攻消费者味蕾。 TVBS 新闻，赢得于陈佑荣台北报道。